前都咱们都是资格赛会发挥的比较好嘛，就很轻松就进了，为什么今天前两箱好像状态都没有出来呢？嗯，说实话，这次来之前训练是有一点小问题吧，就正在进入的调整状态。虽然面对一些困难，就是我们也是就是积极的面对吧。因为这次资格赛就是除了三强，不同于以往，就是平时以往的话就是一强都过那个及格线，这次的话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训练上出现一些问题。还好我们和教练是在进入到就是积极的备战状态当中。那第三枪投完之后，我觉得这一轮资格赛之后有稍微适应一些，就是状态会在决赛更好一点。对，就是如果是进决赛的话，我也是放开搏吧，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水平就 OK 了。行，